佢嘅 fans 已經喺度 ，Felix 林志樂，啊，行嚟批小心啲啊，哇，你 fans 喺度啦。嗱，嚟緊咧，大家就知道你會再參加我哋公司咧呢個新年歌唱比賽，出啲流行香港嘅經典金曲。你揀咗歌未？近制好想知道。揀咗㗎啦，唔方便答住，即係唔揀咗都唔方便答，唔緊要。咁我就問下啦，調翻轉咁講啦，參加星夢嗰時候，大家睇住你進步。咁今次咧就係要用人另一個身份去參加呢個歌唱比賽咧，個心態有冇唔同嘅咧？都有嘅，因為會可能用呢個比賽嚟攞翻一齊嘅個遺憾，可能唱唔到嘅歌，即係可能因為啲版權啊等等問題，咁我覺得要咁今次希望可以再出一次唱翻俾大家聽。咁如果你自己心目中咧喺八九十年代最喜歡嘅歌手，你會揀啲幾個啊？好多個，王菲啦，梅艷芳，王菲前輩啦，梅艷芳前輩，張學友前輩，中意。你而家都喺樂壇裏邊，所以佢哋係你前輩，但係希望你會係做到一樣咁高嘅成就啊！好，我希望。嗱，今日咧各位舉燈牌嘅 Felix 嘅 fans， 大聲嗌一次俾佢聽下先。好，今日你唱嘅第一首歌送俾佢哋就係《幸福摩天輪》送俾佢。Felix 林志樂，《幸福摩天輪》，希望贏得你嘅掌聲同埋歡呼聲。一、二、三，俾一次。Thank you.
半生